不是中了一个梦想然后坐着等待收获，你别只看到成就却忽略了那些经过，够坚定够努力把思想传下，别怕现在没人赏识，就像30岁的梵高。我现在想起当初两次福建回到江苏，的确上帝为我开启另外一扇窗户，但我能够影响他人或被视作榜样，我靠音乐和思想，不靠 swag 或是长相。我想把好想法都做成音乐套餐，再把它带到地上出现电视杂志报刊。我想做的还有更多，趁我还算年轻，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还在拼的原因。我不想固步自封像个井底之蛙，所以每个选择都慎重精确的毫厘之差。虽然任重而道远，但我不是一人独行，要红花会的兄弟联手打造梦的初心。 Oh yes， 有哪个球员不想拿到戒指？你想要实现梦想，拜托请先面对现实。我见识过太多人都吹牛眼高手低，我在录音室里写歌，你在夜店摇着手机，但我在台上把麦克紧紧握在手心，而那些傻逼还在网上讨论我的口音。当有天我们为 hiphop 找回那份 respect， 那时你会了解 That's the reason why we're here。